连淡薄仔功夫，说到放心，万一讲我若无伫个厝内面，那个好月头啊，才袂当欺负你。你放心啦，我就是无学功夫哦，伊嘛唔是我的对手，我真正吓到甲吓死啊！我是听讲边啊，也够有人诶。哦，好啊，阿爹你讲大功夫，我认真学，边个人在家啦？你是安怎？掠人诶你！唔够见人，是安怎无头无面啊？你唔免了解伤济，你两个查某旧话破地啦，常常开嘴拢要一世人啦，袂爽你介久啊啦。听实嘞，我实在要命找你，讲你又给钱你，你去找上宽，我大底人要只要来讨一个公道的。你说无礼貌，人我怕狗带两只啦。安尼伊就是狗，对。我问一句啊，你敢讲我呢哦？你喙齿破破就欠人补。真好，哎，这个嘴嚣嚣拢袂惊讲你哦，以后无人要爱你。阿姐，我你我你啊。你看怎么继续讲下去？我跟你讲哦。嘛，该经过我一关好歹，阮小妹啊！啊，你两个查某，我无咧惊你哦！真是气！啊，再注意！你想要笑死，安尼我就唔免出卡手，唔免无用我，安尼死嘛无。